测量一下光电的长度啊，150.089。K6S 打样啊 ，K6S 打样，然后现在是测试这个定长切割功能，然后这里是开启了这个切割定长切割的，然后出来之后在主页这里下面会有一个定长切割的页面点进去，点进来之后是可以切宽管、圆口、圆管、腰形管的，然后我这里是选择是方管，但是显示是。R 角是1.2，都是可以设置的。然后我切割长度是150，然后每次拉料哈，就是每次拉料的一个长度，就是5个150的一个长度。然后这里是我是设置了切100吨。那我们开始。